海哥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海哥，哎，海哥，海哥，冲动了！你不至于啊，有监控的。这里监控啊，在监控。你到底欠不欠？你来，你们是干什么？那老子今天就被弄死了！海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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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冲动！哎，海哥，哎，海哥。你到底欠不欠？你不告诉我，再告诉你。兄弟，服个软行吗？不就是个合同签了，不就完了吗？你硬。把合同拿来。不用签了，把他送到医院去，我来买单。李成阳，啊，咱们的合同也可以不签，但是你的命够硬吗？啊，海哥，你让我考虑考虑。你好好的考虑考虑，啊。哎哎，兄弟兄弟。这边，哎哎哎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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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轻点轻点轻点，哎，我不动了，哎哎，跟海哥说我签了，海哥，海哥，我签了，海哥，海哥，别费劲了，没这个手续了，签了，海哥。海哥。你和马莎是真兄弟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跟你说，咱们在一起十年了都，你为什么就一直看不上我？我哪儿得罪你？来总，李晨阳，我们原本是两个道上人，你说我们。可以认为搞上哪五六个城市搞了几百个八千万，这样不香吗？自从你来了以后，这也不能走，哪也不能走，搞得我们安个部啊都要去别商店办个卡。卡你怎么搞得我们公司啊都乌烟瘴气的？我跟你说啊，大师啊跟我们是安排明的，说我们这帮人呢是搞偏门的，我们的马总就是被你带偏的啊。如果不是被你带偏，马总今天死不了噻，是不是的？你信不信？信，我走了。